北京时间10月21日，莱昂纳德轮休，新王不在洛瑞当大腿，吴姐更炮全场28分12助攻，尤其是末节独砍13分进线关键属性。比尔则是空砍32分，并且遭遇里程碑成为奇才队13分王。沃尔日常操作25分6助4篮板，最终猛龙117-113险胜奇才，豪取开赛3连胜。猛龙和奇才两队打得真是跌宕起伏，不过第四节7分多钟，赛场上又出现不理智的冲突一幕，奇才主帅布鲁克斯直接遭驱逐。当时的情况是，沃尔开足马力持球突破，一步加速从洛瑞和伊巴卡两人中间冲过去，然后沃尔直接倒地并出了底线，裁判直接吹罚沃尔失误，现场两万多球迷狂嘘裁判。此时奇才双枪之一的比尔第一时间出头为沃尔大抱不平，因怒后抱怨裁判失体，又挥拳发泄并高举双手点燃球迷情绪，球迷又是狂嘘裁判。场边的布鲁克斯也是嫉妒不满为弟子出头，裁判紧接着直接把布鲁克斯驱逐离场。说实在的，比尔真该理智一点，本来已经因为怒吼裁判失体又有附加挥拳动作，要是裁判再给计犯的话，估计比尔也是无话可说吧。不过很难想象出了名的不好惹是布鲁克斯都发飙了，可见裁判这次吹罚存在很大争议。如此一来，布鲁克斯成为新赛季首位遭驱逐的主帅。另外说一句，你知道新赛季首位吃踢主帅是谁？他就是骑士战术鬼才泰伦卢。说实在的，这也是挺让人意外的。